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洛杉矶本地新闻。海珍大酒楼与顺发超市联合举办庆祝父亲节联谊晚会，与会嘉宾尝美食、品美酒，愉快度过父亲节。为欢庆一年一度的父亲节，慰劳辛苦了一年的可爱可敬的父亲们，888海珍大酒楼与顺发超市联合举办父亲节联谊晚会，邀请洛杉矶工商企业界的名流绅士、社团侨领一同来欢度父亲节。当晚，主办单位除了为嘉宾提供了丰盛的美酒佳肴，888海珍大酒楼黄老板与顺发超市董事长陈才孝还率 VIP 开香槟一同庆贺，会场洋溢着喜气洋洋的节庆气氛。今天是888海珍跟顺发超市联合举办的父亲节餐舞会，非常感谢一直以来支持888海珍跟顺发超市的亲朋好友们的再度光临。我们准备了美酒佳肴、动听的歌曲，还有丰富的奖品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尽情享乐。 Happy Father's Day， 谢谢。希望所有的父亲都身体健康、家庭幸福、事业顺利，谢谢。 Happy Father's Day。 当晚由梦幻大乐队演奏中外名曲，著名歌手唱将尹恒高歌，众嘉宾随着音乐载歌载舞，度过一个愉快夜晚。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